台股昨天呢，仍然受到国际局势不安的影响，中场指数是下跌47.44点，收在8854.54点，成交量是910.54亿元。那么分析师就提醒了，台股跟国际股市波动性仍高，预计短期内仍是震荡的走势，带你来看就事论事。